别对着我呀！全副武装，出来训练。都认识吗？ 认识什么呀？八六式全速手雷。对了，八六式全速手雷，1986年定型量产，攻守两用手雷，杀伤半径大于6米，隐性时间2.8秒至4秒。 别叫了，其实啊，别喊了，我都不怕你怕什么？这会死人呢！都炸了！教官，你来真的？教官，搞大了啊！大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不错，身手敏捷啊，两颗手雷，你们抓住了。这要是再多一点会怎么样呢？哈哈，教员准备。 喂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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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
好身手，好脚法。看出来了，你们个个是身怀绝技，但是。混蛋！你们玩我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奶奶的，没有大片的教练的呀！哎，你吓唬我呀？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。天不怕地不怕。有没有弹头啊？有。有没有啊？有，这个有，这个真有。这个可以有。有。别跟我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。你们怕，我也怕。你们怕被我打死，我怕打死你们。害怕不丢人，知道害怕，说明你们是人，不是机器。很多事情，就是害怕，也得去做，别无选择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啊！明白！撤出障碍训练场，给我冲！是。Thank you.
你还能中多血啊？谁中弹了？我命中弹，我是你命大，他们都神枪手，心里有准儿。有这个事没有？哎呦妈！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飞行员，他找不到我！巴雷特中局，
M14 AWP 我的最爱八五G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将进行狙击手的战术学习。当然了，你们当中有些同志啊，在老部队那就是狙击手了，有些同志呢还跟我们交过手，水平不错。不过那是野战部队的狙击手，不是我们特种部队的狙击手。红细胞小组在未来的行动中将不断地进行狙击作战，所以啊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不要丢了自己的命，还连累了别的同志。我为什么选你们出来啊？啊，那是因为我不用再教你们基础狙击射击，那些啊，在老部队你们早就完成了，你们每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神枪手。不过，离我的狙击手标准还有不少差距，这就是你们悲剧啊，因为你们要丢掉神枪手的荣誉，从头学习。怎么，不服气是吗？不，不服气。如果我们都不符合你狙击手的标准，那请问您狙击手的标准是什么？很好，我就喜欢听这种实话啊。你们要是没有这种性格，那算我看错你们了，你们水平都不错，要不然呢就不会站到这儿来了。不过我要问你们一句，你们当中谁打的不是靶子，打的是活人？跟你们谈什么射击技巧啊，这意义不大啊。你们都很聪明，都很精锐，精英兵王，那大多数在部队啊，都是班长，有的呢还是连排长、带队主官。这发几本教材，晚上回去看看，到各部队那都是狙击手教员了，所以谈这些没意义。我就问你们一句，谁打过活人？有人想啊，我们没打过仗，谁可能打活人呢？没错，这话没错，但是如果战争降临，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指定目标要你射杀，你敢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大声说！报告，我是说有什么不敢的。这没上战场以前呢都是鸟样，枪声一响啊，全都拉稀了。行了，我甭跟你们废话了，带回去换衣服去。